立法院长韩国瑜来到基隆护国城隍庙才下车，人气爆棚，在市长谢国梁陪同下进入庙里参拜。国家和谐，社会安定，行上香礼，一上香拜。罢免投票前一天，立法院长韩国瑜、立委高金素梅来到基隆替谢国梁站台。今天国梁跟韩国瑜、林佩祥委员、高金委员站在这里，站在谢国梁市长旁边，我们心里面光明磊落，因为我们站在一个优秀、认真、清廉的市长旁边。亲爱的36万市民朋友，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是什么？为什么要罢免谢国梁市长？这是最核心的问题。他贪污了吗？没有。他腐败了吗？没有。他懒惰了吗？没有。他去选总统了吗？没有。如果他去选总统，你还可以罢免。他也没选总统啊。亲爱的基隆市36万市民朋友，大家要仔细思考，台湾民主政治到底要追求什么？我们希望优秀的市民选出优秀的议员，优秀的议员能监督选出来优秀市长，优秀的市长能够带动这个市今天跟未来的发展。所以我说，有几流的人民就会选出几流的民意代表，有几流的民意代表就会监督出几流的政府，有几流的政府就会有几流的国家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我们最终最归最最后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市民手上这张神圣的选票。韩国瑜一番自嘲，幽默风趣，引起现场人爆笑。随后陪同市长谢国梁扫街拜票，要催出不同意罢免票。记者黄少明、黄日升、陈淑平采访报道。